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历届考题赏析。那么，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介绍信赖区间的估计的方法。这个题目是台大商研所的考题。那么，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。一个工程师要估计工厂所生产的钢条的平均强度。那么，从工厂里面抽出了。 啊，n 等于四，四个钢条，而且我们知道强度假设已经服从的是常态分配。那么第一题是说，要计算钢条这个它的强度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。那么这个题目其实并不算很难，那我们就直接先将它的平均数先算出来，x bar 是等于。 这是四，呃，八四四加上八四七加上八四五再加上八四四，呃，这个算出来的话呢，这边多三，这边这边少一，这边一样，这边好，刚刚刚刚好，八百四十五。所以平均数我们知道了，现在我们要算的是样本变异数。 样本变异数其实不难算，我们只要 n 减一，1, 这是三。然后我们来看每一个每一笔资料跟平均数的差的平方，所以是一的平方加上二的平方，再加上这是零的平方，再加上一的平方，所以我们的样本呃变异数算出来是几呢？二。 算出来了以后，那么我们现在要算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，百分之九十五。那么两头的话呢，一边是零点零二五。好，这是因为它是小样本，所以我们要采用的是 t 来看 t 表。t 表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看零点零二五，然后自由度是几呢？n 是四，那那自由度就是三。 三点一八二，三点一八二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就写答案了。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，我来列出来：x bar 减掉 t 二分之阿尔法就是三点一八二，再乘上根号 n 分之，根号 n 是几呢？根号 n 是 4, 根号四。那么 s 是几？s 是根号二。 另外一边是 x bar 加上三点一八二乘上分母是根号四，4, 分子是根号二。来，我们算一下，这边的话呢，底下是根号二，2是一点四一四，所以这边是算一下就多少，八四五减掉。 这边是算一下是多少呢？一点四三点一八二除以二点二五，二点二五。那另外一边是八四五加上二点二五，所以我们的信赖区间就可以算出来了。 八百四十二点七五到八百四十七点二五，这就是我们第一题的信赖区间。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题哦。第二题这个题目就是比较特别的题目了。再抽一根钢条，是预测这个新钢条强度的信赖区间。那么这个题目啊，我们要怎么处置呢？ 那么我们先需要的是做一个解释。现在我们做的是假设西格玛是已知好了，假设西格玛已知，但这个地方是不知道了啊。假设已知的话呢，x bar 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你解释一下，抽样分配它是服从什么？normal，原来是缪，这是 n 分之西格玛平方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 如果说我们再抽一根，再抽一根，是不是叫做啊，叫 n 加一，1, 超过了一个第二次的做的，它本身来说是服从常态分配，那它服从常态分配 normal mu 这个地方不是 n 分之 sigma 平方了，因为它不是抽样分配，所以它是 sigma 平方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之间，如果我们要相减的话，x bar 减掉 x 的 n 减一，1, 那么这一个分配。 它也是服从 normal 的，而且的话呢，它是怎么做呢？它服从的是 n 零，那这个这个的标准差应该说变异数，变异数是两个相加，所以是 sigma 平方，然后一加上 n 分之一，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，所以这个信赖区间就有一点不一样喽。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。 那么我们现在来想，x 八减掉 x 的 n 加一，1, 这个除以西格玛，除以呃，应该说西格玛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是呃一加 n 分之一，1 1, 那这边是，我这边的话呢改写一下，那么我们的分母啊，这边是变异数，所以这边是西格玛根号一加上 n 分之一，1 1, 这个。 是服从什么呢？Z 零一，那么这样子的结果，我们就可以写出呃信赖区间。这个几率 Z 二分之阿尔法乘上它的这个叫做标准物，标准物是西格玛乘上一加上 n 分之一，小于等于 x bar 减掉 x 的 n 加一。 再小于等于 z 二分之阿尔法，这边是标准物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做好了解释之后，那这个 x x bar 啊，这个 x n 加一，1, 它的新来区间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写成两个部分了。这两个部分就是 x bar 减掉 z 二分之阿尔法乘上它的标准物。 这是 x bar 加上 z 二分之阿尔法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版本，是在什么 Sigma 已知的情况。那么现在目前我们是不知道的情况，那我们其实类似了，但是我们证明方法不会这么简单。我们直接把这个 z 改成 t，我们的信赖区间就直接写 x bar。 减掉 t 二分之阿尔法乘上西格玛，我们改成 s 根号一加 n 分之一。这个地方信赖区间 x bar 加上 t 二分之阿尔法乘上 s，再乘上一加上 n 分之一，这是我们的信赖区间的做法。 那么，但是这个是可以证明的。那么我们证明的话呢，比较麻烦。我们要利用 t 是可以写成 z 除以一个卡方比上它的自由度。那么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直接套这个公式就好了。那么这个的强度我们就直接写八四五。 减掉 t 二分之阿尔法，这边 t 二分之阿尔法，我们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，这边是三点一八二，乘上 s，再乘上一加上 n 分之一，n 是几呢？n 是四，所以是四分之一，这是左边的，这是下限。那我们看上限。 八四五再减加上三点一八二，再乘上根号二，再乘上一加上四分之一，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。那我们把这个值算一下，用计算机按一下，这边是四分之五，就是五除以四，开平方根乘二根号二，再乘上三点一八二。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，来，我们写出来答案。这边是八百三十九点，这是九七。那么这边是八百五十点零三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题的再抽一根的信赖区间。